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让死者得其所，家属感到心安。不过在大陆安徽省安庆市政府强行推动殡葬改革，要求自6月起死者一律只能火化。一些乡镇村干部竟然到村民家中强行拆解棺木，造成当地有多位老人家赶在6月前自尽身亡。据上海东方早报5月23号的报道，安徽安庆市今年3月25号下发殡葬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，要求从4月1号起全市正式启动殡葬改革，城乡居民死亡后实行火化。4月25号，安庆市下辖的枞阳县政府通知，从今年6月1号零时起，全县境内死亡人员一律火化。那我们强行的推行这个政策，他们就是说不想火葬嘛，在6月1号之前自杀的不少啊。安庆这边当初传统的观念就是说入土为安。报道说，安庆此次推进殡葬改革的力度空前，一些乡镇甚至出现了村干部带队到村民家中强行拆解棺木的现象。我们传统还是土葬的，就是有些老人他在60-70岁左右，他就准备了一个棺材放在那里，你突然让他一下子火葬，他肯定接受不了。我觉得我们这边政府算本位。当地民众透露，政府全面实施火化，但没有盖灵骨塔等相关配套措施，未来不知道骨灰要放在哪里。据报道，中共当局强制火化引起的官民冲突经常发生，而安庆老人被逼得在火葬期限到来之前自杀，说明官民矛盾进一步加深。新唐人记者熊斌、金童采访报道。